后呢，我们排球协会呢，努力的几个目标呢，我们第一能够啊，短期内建设一个排球馆，使这个集中训练呢，能够有一个场所，这个第一个啊，我们是要做的。第二呢，就是明年初，我们就是开始啊，长期训练。当然，本次代表男女代表队为骨干的，我们在有选拔有优秀的选手来参加，共同啊来这个长期啊这个训练。那么这个要训练呢，我们第一要注意到我们选手他在学校这方面，他学校这个修为呢，不能给他整顿。我们如何使他整个孩子学校孩子念书，一方面呢，我们才能够啊，这个参加这个集训。那么一直呢，在本人的看法呢，这个训练呢是长期的。因此呢，这个学校方面能够支持他，一方面念书，一方面呢能够参加这个集训。有的已经啊自卫了。那么这个选手呢，我们应该啊帮助他能够在这个训练这个集中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够使他能够啊有的这个对这个工作呢不受了影响。那么还有一个计划呢，就是啊我们在这个集训当中，我们可以啊这个编制一部分或者这个编制这个工商排球队，比方我们整个队给他分开参加这个工商排球队，能够出国去啊，一方面观摩，一方面呢去比赛，能够啊这个继续啊这个我们这个人家这个球艺或者比赛的经验。我这个要求我们呢工商这方面对我们呢在环境使这个经验